好，我们现在看这一题啊。他说坐标平面上的哈，惯轴呢平行 y 轴，然后中心点在一了，然后这个双曲线上有一点三五。好，那这个实际上资料不是很足啦，资料不足的话，这个双曲线没有办法整个求出来。不过我知道说哈，这双曲线可能是这个样子的。不过我知道哈。它的呢，其他哦，就是有四个对称点哦，我们是知道的，就是说这个对称点 ，S 以什么呢？以 y 呢等于一当对称轴的对称点，这多少？这个就是说哈、三加这 x 哈、除以二要等于一，三加 x 哈、除以二要等于一啊。那 x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负一，所以这一点是负一。它 y 坐标一样，五。它另外一点哦，是对称于多少 ？x 等于一这个轴，那对称过来多少呢？这个我们叫做 s 嘛哈。那 x 加上三。没有，这弄错了，这是 y 不一样 ，x 是一样的，那 y 不一样，这个应该是五加 y 等于一，除以二等于一啊，五加 y 啊，除以二，要等于这里 y 坐标一，所以 y 多少呢？二减负三，所以这应该负三。然后这一点哈、对称于 x 等于一这个轴，也就是说三加 x， 它除以二，这个要等于一，所以就等于负一，哦，这是负一啊。y 坐标一样，y 坐标一样 ，y 坐标是，好啊，另外一点也会在这个曲线上，这一点就是。那个 x 坐标跟它一样，负一 ，y 坐标跟它一样，负三的。好，那我们来选哪一个留在上面？一没有了，然后负一负三，负一负三有，所以 b 有。再是三负三没有，再负一负二呢没有，三也没有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b 跟 c。